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鱼丸。自推出常用英雄选世后，确实解决了一部分常规制的问题。但是你真的以为常用英雄只能表示你玩的是什么位置，然后避免队友将你擅长的英雄ban掉，或者跟你抢英雄这么简单吗？并不，一些厉害的玩家从你常用的英雄就能看出你的水平。换个角度来说，就是你的常用英雄决定了你的段位。这个说法可能会有人反对，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菜的玩家没有菜的英雄，不管什么英雄，只要你玩得好，在什么分段都是乱杀。事实也的确是这样。如果你能把一个英雄打到国服，即使你用的是蔡文姬，在低端局你甚至可以单杀射手。但问题是，有多少人能达到国服水平的？相信没有几个吧。这也就决定了能突破英雄限制的，只有那顶尖的0.几%的玩家。普通玩家是很难将一个英雄玩到出神入化的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安琪拉这个英雄在低端局经常能看到，但是高分段你还能遇到几次？他的出场率是随着段位的提高而降低的，因为安琪拉在大神面前太容易针对了。即使你和对面的水平相当，你也会因为受到英雄的限制而被敌方压一头。而如果你玩的是火舞或婉儿，水平相当的情况下，自然是更容易上分。所以说，常用英雄可以决定玩家的段位水平，并不是随意说说。只有那0.几%的人能打破英雄限制。我们大多数玩家都是普通人，很难将一个英雄练到极致，只能选择更换常用英雄的办法，来让我们的上分之路更加顺畅。